太豪横了，太震撼了！这样的场面在我们河南商城农村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一幕。今天呢，已经是腊月的26了，还有4天的时间就要过大年了。这样的场面，万万很多人是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事情，却在今天发生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山东雷哥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看看这样的事情在你们农村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呢？来，跟随我的镜头，咱们继续往下看吧。这场面太豪横了，朋友们，看到没？打工的人基本上都回来了。这场面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一幕啊，不是在过年的时候，这样的场合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一幕。接下来给大家一会儿拍一个更豪横的场面，更那个震撼的场面，看到没，朋友们？接下来往前面，继续咱们往下看吧。更加那边都是卖肉的，看到没？生意红红火火，红红火火过大年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我们城庄镇上的一个集市上，这卖肉的生意都特别火，看到没？围成了圈儿，这场面真的是很难见到啊，朋友们。买鸡蛋的，现在都是卖一些年货的，还有一些买年货的人，太多了。我们呢，先去超市里边看看，肉便宜吧？这是卖干鲜的一些菜，看到没？人也是非常的多啊，朋友们。干鲜这是挺好的，卖鱼的，这里是卖日用品的，过年了买日用品的人还挺多的，5斤杂货啥都有，挺好。这边是卖的萝卜辣椒，人山人海。这是卖藕的，这是香菜，牛肉，这是豆类的一些菜，猪肝、心、肺、猪肠，挺好的。这也是孩子的一些零食，生意稍微有一点淡，可能还没有上人。这边呢是卖对联的，生意也差不多，也是不断人。卖肉的生意也是特别好，朋友们看到没？挺好的。这场面还行，基本上打工的都回来了，这才算是有过年的气氛。这是卖水果的，这是卖春联的，这灯笼蛮好看的，看能不能买两个灯笼，明天买，今天没时间了。看到没，这边的人也是一样，人很多。买牛肉的、猪肉的，生意总体来说都是差不多。都挺好的。这牛肉挺好的。吃牛肉，吃什么吗？吃牛
定俺陪他来，那都买不起，你叫俺没法买。哎，四十五一斤。那边是卖豆腐的，生意也是依然的火爆。这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，太豪横了，朋友们，是不是？挺好的。这些都是卖小吃的，还有儿童玩具的。这个时候才有点过年的气氛了，是不是，朋友们？草莓。我们刚刚买的牛肉40一斤，贵不贵啊，朋友们？炒板栗的。顾客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糖炒板栗。为了回报广大顾客纳闷，给大家船长现场直拍，卖莲藕的。生意也是非常的好。你们在视频里面看的话，有可能看不出来多热闹，但是我在现场的话挺热闹，看到吗？这些都手工的一些商品，挺好的。人多的都基本上走不动了。前面车刚刚堵车，现在稍微好了一些。这边呢是卖鸡子的，这是家里面喂的。这个是卖鱼的。卖鸡子的。卖鱼，这鞋咋卖了呀？卖鱼，咋卖了这？嗯，多少一斤啊？这来幺万不？多少一斤啊？幺万。哎，幺万，那一只都知道，一只。不是多少钱一斤？现在是中午的，马上12点了。现在人呢，还是人山人海。尤其是这个会场的 CBD 最热闹的中心，人流量更大，尤其是这个十字路口，这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，太豪横了，看到没？一直是不断人。这里是卖土鸡的，加了味的。这里是卖肉，羊肉啥都有，挺好。这里也是鸡子。以上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所分享的我们河南商丘农村，年货大集，腊月26，场面比较豪横啊，比较震撼。作为屏幕前的朋友，你们在你们当地这个集市上怎么样？把你的观点打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个免费关注吧。下个视频比这更精彩，下期咱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